现场答题，竟爆出谎言的真相。鼻子挺、黑着脸不对称的人，声音是比较有魅力的。我觉得鼻子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鼻子挺，所以我自认我的声音是很有魅力的。谁骗你的？对不起，是我。我是为了找人，因为现在年轻人很难找。对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